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格尼耶，我是阿元。OK， 今天呢，我要做什么影片？正如标题大所见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大伙儿一起出去做这个慈善活动。这个慈善活动真的是非常感谢 Octa FX 的这个 Octa FX 的干爹来荣誉赞助播出啦。对，如果没有他，也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个慈善活动。然后今天我们是要去哪里啊？今天我们是要去两间，原本因为由于 MCO 的关系，对，而且也因为资金有限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去的数量不多，所以我们总共会去三个地方。我是今天先去两个，然后明天再去另外一个。对，今天我们第一场会先去这个是残障儿童中心。对，那其实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要送一些物资啊，可是因为我们考虑到物资可能他们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可能给现钱他们会觉得比较实际。对，给钱比较实际。对，因为他们缺乏什么他们可以自己去购买。可能如果我们买了十包米，可是已经有另外一个人买了20包米给他们，就变成好像不大需要这样子。OK， 所以这个钱就是 Octa FX 赞助的啦，所以我要把这个钱放在信封。这边这两个钱是两间的钱，明天的那个我才安排另外一个钱。所以现在我们就一间就放一间喽。对，这个就放一个信封。非常感谢这个阿旺来载我们。我今天就付出了我的手跟我的脚，还有精神。精神不用算你了，算手跟脚就好了。一起，大家一起要做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拍影片来，回馈社会，然后把这一切给记录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做过这样子的事情。还是那一句话，能力范围里面，所以呼吁大家跟我们一起做善事吧。OK， 因为我们今天去到的是这些残障中心啊、老人院啊、孤儿院之类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足 SOP，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这个 hand sanitizer。OK， 然后这支东西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贵很多，50块一支啊 ，Benny 去买的时候，这样子消毒药水50块一支，真的是太贵了。这是买我们。OK，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终于已经抵达这个巴生孤儿童残障中心啊。对，然后现在他们已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等那边的负责人到，然后我们就会进去了。要喷一下身体先。OK， 进去了要喷一下。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发挥到它的用处啊。OK， 示范一下。可以。后面，走，冰凉啊！对，后面。喂，你让多。真的啊 ？OK，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巴生一家德。巴生一家德儿童康中心。巴生港口。他叫我们进去，他叫我们进去。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就是 scan 哦。他们很开心哎，有人来拜访，他们很开心。对，他们全部很活泼，他们很兴奋。25位女生。25位，可是好像很多。没有，在上学的时候，他们会去南方镇那边有一个巴生特殊学校上课。OK。这边大概有70多位吧。70多位。然后这边是有分楼上跟楼下。楼上的主要是女众。女孩子有些比较不能走动的，就躺在地上的。这边就是食堂，他们吃饭时间，那个是他们的护士。哦，那个是他们的护士。不能走动的就躺在这边，不能走动。你看得到的就是可以走动的了。这些是不能走动的。然后他们这边的粮食有充足吗？那个应该是摩根。During MCO, you have Morgan? Yeah, Morgan. Hi, Benn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Because MCO. 这是他们的食物仓库，所以眼看其实也没有很充足。我见很少人。面啊，面线啊，还有米在里面。这样子看，其实
还是蛮多的，里面还是有充足，因为我们刚才看外面就觉得有真的是很少，对对，现在看里面真的觉得很够，因为麦片啊，麦片蛮多，奶粉啊。都有一定数量的食物，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捐献钱是最实际的，一定是最，你要什么就买，对，这个上面呢就是他们女生的罢了，就是全部女生的宿舍，静静静 ，Talk to the camera， say to camera， talk to the camera。Hello. When is your birthday? Tell them. Today. Happy New Year. December. Oh, coming soon. Coming up. Next month. Coming soon. 我们每年都来跟他庆祝生日了。哦。What's your name? 金靖。啊，金靖。金靖。金靖。How old are you? 28. 28. We go to the centers. Okay.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他们的全部床是单人，然后合在一起，这样会比较省。哦，这也是扩展。这是 extend one 吗？嗯，有没有电梯？哦，这个是紧急出口，所以他们还是真的是做到蛮完善的。对。现在这边环境很好。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所以要这边呼吁大家旁边的就是法身附近的朋友们，在这个港口这边，就是来这一间。这地方就是在刚刚好法身港口的 Bomba 的对面。Bomba 的。现在他讲他可以叫他们跳舞给我们看，就是表演一下才艺。Dancing alright? Yeah, dancing. Okay. Hello. Hello. Hi. Cute. Hello. Hello. Hello.太害羞了，看 ，Any song you want to dance? Chicken dance? No, what dance? 芳华。妹妹，跟他讲你什么名字？我叫杨妹妹，我是32岁。在这边多久？在这里呢，28岁这样。28年。喜欢讲什么？你可以讲印度话、马来话，来讲印度话，自我介绍。北帅啦！你们会唱歌跳舞吗？唱歌可以啊。唱一首歌来听，你唱什么歌？随便。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在你生命，你的风干。很熟耶，这首歌是你的。一家人，我们今天一起唱，来，随便拜拜。晶晶我不管听的是第一集的 Frozen 还是第二集的 Frozen， 通常是第一集。这是 Michael Jackson， 哇！还有 Michael Jackson， 等一下他跳舞给你看 ，OK？ 等一下他跳舞给我们看，我们先听晶晶唱 Frozen 先。晶晶，哇！Let it go.跳舞
吃饱饭了不是？他们就做功课。饭后活动啊，饭后活动，他们会涂一些颜色。哇，它的字很漂亮哎。嗯，它的字很漂亮。他们有上学的，它字很漂亮。喂，小编定，肯定是有编定。哇，他很喜欢佛阵。知道全部佛阵了。好，来，他们涂的颜色。静静涂的。应该有时候比正常的孩子涂得更漂亮吧？对，没有出现的，还比我漂亮，我都会出去外面。没有出现的，真的很美啊！我们都会跑出去外面。你看这些细节，这些细节啊，我们都没有逃进线里面。要大家的力量啦，对对对，你们也是啊，呼吁一下大家，对对对，有时间就来送点爱呀、啊，对对 对, 对，不一定说要给什么物资什么，来看看关怀他们，因为很多就是父母抛弃他们，都不来看。哇，金！钱呢，只是一个纸字上面的一个意思罢了。最重点的是可以带给他们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纸币、这个马币去买到，去付出给那些小孩子们。所以也很谢谢这个摩根先生啊、在这边经营了这样多年，这一间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讲是付出他整个人生在那边了。因为你一开始你就不可能直接就不可能结束了，对，这是一辈子的责任。Behalf of our organizations, from our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Practice Clan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groups, good heart people who contribute this amount, and currently for the coronavirus time, it'd be very very helpful. Thanks to all the donors, and after you go for YouTube.Watching that, see what you can do for us. Yes. We're expecting everyone to come and visit our place.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God bless you all.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拜拜。你们进来。来来来。We all good photo. Two, three.OK， 现在我们要去下一间，就是 Great Heart 了。拜，青青，你拍他。拜拜，拜，青青 ，Take care 啊 ，Take care 啊，拜拜。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第一站，去那些流浪狗的地方。铁钉放在木上面打。他讲铁钉放在木棍上面，然后跟他打，感恩感恩。但是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干爹 Okta FX。Okta FX 是一家获得20多个行业奖项的外汇经纪商，他们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如果你是18岁以上，你也想要通过外汇投资来赚钱的话，告诉你们 ，Okta FX 是一家很好的选择。还有记得输入 Benny A I D， 你就可以获得180%的第一笔存款奖金。你们还等什么？赶快点击以下的 link 下载吧。